司徒会长真是好雅兴啊！啊，这是我的战利品，有何说法？啊，这是商会保留项目，我们叫它“微商有道”。做生意嘛，讲究的是公平。微商有道，所有人无论身份高低，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抢到花魁。凡是抢到花魁的人，就可以得到一年的好运。 好运，会长还信这说法？当然了，我还要把这好运送给郡主呢。啊，郡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这么好玩，不如会长陪我玩一玩如何？三少也有这个雅兴，自然要把这好运气。 你看这俩人，表面上是在切磋，暗地里较着劲儿。男人之间除了争名夺利之外，那就是女人了。哼，你说呢？司徒会长功夫不错，天南海北的经商当然要学点功夫防身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得罪了。 是吧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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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到了。哪里哪里。郡主，哎，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你误会少爷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那你也不用下这么重的手吧。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你就是有意的。哎哎，郡主，少爷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不跟他解释呢？不讲理，恢复。你堂堂一个少将军，居然对一个平民动手，难道就是因为你不喜欢我跟他是朋友吗？我用性命担保，事情根本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，而且那个司徒礼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好人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司徒礼。闭嘴。司徒林怎么不是好人了？你说清楚。这里没有你们两个事情，都给我下去。哎，你还没说完呢。不是，你到底为什么觉得司徒大哥不是好人啊？你就这么关心那个司徒林？他是我朋友，我自然关心他。你又为什么把他打伤？既然你认为是我打伤他的，那我说那么多有用吗？明明是你做错了事情，你还这种态度，你太令人失望了。有句话我得提醒你。什么？思恒说的没错，你离那个司徒林远一点。我难道连交朋友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他的生意不太干净。我才不听你说呢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相信他。
入我眼底，就像我偶然落入你的天地，如花般美丽，是因为有你。倒转时光，会不会再相遇？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是穿过月光的雨，兜兜转转落在你掌心。越执着了，越斑驳了我珍藏的记忆，浅浅心意舍不得落笔。越伤过心，越下泪滴，是我在思念你，对着月光说我的你。等夜来唤醒，银色月光里，谁捉着萤火，倒影结伴而行。